接受了。
敌人嘛，任何人都休想阻挡我们的前路。可恶的曹操军，你们休想逃走！孙吴的烈焰，将燃烧殆尽。居然追击全无战意的士兵，这个太没有美感了。壮丽的战斗！朱一峰，将你化为灰烬！击溃敌人吗？任何人都休想阻挡我们的前路！真正的三国无双果然名下无虚，简直就是绝美。
已经被我击败。啊，多么壮丽的战斗！很想让火势变得像赤壁之战一样猛烈。没想到只是冒点烟就消失了。这样就能赶到友军身边去了。必须尽快与他们会合。现在，就让我来尽情享受这份喜悦。我遇到了一件自己无法解决的事情，感激不尽，那就拜托您了。已经被我击败。
Yeah!
就由我来接收了。
就由我来接收了。骏马的行动迟缓了呀，但是接下来就是漫长的逃亡之行了。只要有饲料，骏马就能恢复体力。收集这么多应该够了，等骏马恢复精神后就立刻开始进军。一切顺利啊，这种小困难根本不足挂齿。漂亮，真是厉害。欢迎光临。今后也请您多多关照。
笑容结束吧。人都休想再向前一步，赵子龙在此。为了保护大家，我不能停下脚步，必须设法击败敌人，突破此地。
就由我们负责防守。他们连几人都拦不住，可恶！不要听诸葛亮数落我了。击败了敌人，真是太好了。同伴并肩作战，更让人安心呐。到曹操大人了，难道他是混在士兵之中移动的吗？现在就让我来尽情享受这份喜悦。很好，就是这样。子龙一决胜负吧！就让我们来负责防御吧，我绝不会让任何人通过。
漂亮。防御吧，我绝不会让任何人通过。暂且被击退，必须再。守住此地，保护同胞。不少将军也逃进了屋里，您不去寻找看看吗？现在就让我来尽情享受这份喜悦。嗯，干得漂亮。将军，您可不可以设法将他救出？要是知道友军平安无事，士兵们也会士气大增。正如诸葛亮大人所料，果然来到这里了。休想继续前进！我就是精神关羽的小弟周仓。和老大在一起，我的力量是平时的三倍。你的武勇一如既往的出色，我的计策也没有机会发挥了。接下我关云长弹，你已阵发，接招吧。
立刻展开防御阵型，迎接即将来临的战斗。可恶，我到底是有多没用啊！回去之后，无颜面对老大呀！女将已经被我击败。很好，就是这样。出色，我的计策也没有机会发挥了。
这里全是从前线逃回来的伤病员，要是能找到药。对了，那一带应该有药，但现在那里敌军遍布。什么都无所谓，反正都会被我们击倒。这是什么？虽然不大清楚，但还是先拿走吧。这个，那就给你吧。找到了一件奇怪的东西，还是先呈上去吧。真的可以收下吗？喂，大家快来，我们有救了。现在就让我来尽情享受这份喜悦。很好，就是这。现在才来夺取这里，晚了晚了，太迟了。
太长而大意失手，真丢人呐！敌将已经被我击败。很好，就是这样。笑颜，你对吧？看来我还是差得太远了。效仿周瑜大人，本日兼修，勤学苦练。敌将已经被我击败。很好，就是这样。听程普大人说，于军这本逼近，是加强警戒。这里已被我灵攻击封锁，你们就无处可逃了。我是认真的。哎呀！
僵局的路线了吗？让我等团结一心，击溃敌军吧。敌将已经被我击败。干得漂亮。我的任务就是将这道门守护到底，想过去就要付出代价，这才是道理。优势，是我失策了。报告，我们已经突破包围，找到了撤退地点，总算脱离了险境。只要能活下来，就有望东山再起。报告，我们找到了曹操大人的位置，他应该正在赶向撤退地点。敌将
已经被我击败。做得好，你的表现我会记住的。父亲，这有什么好笑的？经历如此溃败，应该笑不出来才是啊。非也自还，其实正好相反呢、啊、如此惨败的经历可不是寻常能够遇得到的，上一次还是行刺董卓失败呢，对吧夏侯惇？那时的规模和这次完全不一样吧？或许是吧，但是也有一样的地方，那便是纵使失败，我也会继续前进。孟德，我的道路还没有走到头，我要倾尽平生之力成就霸业。大败之后还能这样豪言壮语呀、啊、你可真是不思悔改呀、啊、我们与主公同心同德，只要主公选择前进，我们也会一起前进。不过仅凭气势根本无法成事，首先必须尽快恢复国力，重整战斗力。子桓所言极是，诸位请各展所长，尽快重整态势。孙权与刘备的联合军赢得了赤壁之战。不得不重整旗鼓，现在正是瓦解曹操独霸局面的大好机会。孙权为了从江东扩张领土，开始了行动，同时刘备的军师诸葛亮也没有放过这个机会。为了使刘备成为一国之主，诸葛亮悄然开始了行动。曹操，你迄今为止的功绩已经远超出臣子所为，因此为称颂你的功劳，赐予你魏公的封号，以徐州、青州等十州为魏国，由你治理。是，臣领旨拜命。曹操，接下来你还有何心愿？臣所愿者在于终结乱世，仅此而已。恭喜主公就任魏公。今后我等要进一步放手充实国力，一定要补回赤壁大败的空缺。主公，即使无法让您改变主意，我也要说，我不赞同您这一次的决断。主公应以汉臣的身份成就大业，如果让世人认为主公觊觎皇位，终有一日定将再次引发争端。荀彧，你今后
便致力于处理许昌。这，我这边就不用你再献计献策了，你的才干应该发挥在适合你的地方。就任魏公，成为魏王，登上皇位，这是终结乱世的最快的途径。但是，这只是从国家的角度讲，就人心而言，主公的影响力已经超过陛下，任何人都认为就任魏公是理所当然之事，掳掠之人定会遭到他人掳掠。你我虽然同出一门，也没有必要意见一致。我赞同主公所选择的道路，但如果文若大人认为危险，就应该出言相见。主公会听我说吗？对于主公而言，无法认可他所选择的前路，我这个军师就算被称作王佐之才，无法传达谏言就毫无意义了。我究竟该如何是好？从江陵进宫而来，他气势汹汹，防御部队遭到了强势压制。哎呀，真是不得了，曹操大人好不容易就任为魏公，这下都没心情庆祝了。可恶的孙权，乌林已失，不能再失去江陵了，必须尽快前去救援。赤壁一战后，他们应该想要乘胜追击，但是此次进军的初期动向，荀攸大人的担心不无道理。与孙权结盟的刘备、凉州军阀马腾、周瑜肯定一直在暗中活动吧。凉州的军阀吗？马腾曾参与暗杀孟德一事，应该是想趁着孟德就任魏公之际兴风作浪吧。不能削弱许昌的防守，那么就无法派出大量人马。可恶，军队尚在重整旗鼓。总之，就让我等先行一步，前去江陵增援吧。恕我冒昧，请让我也出一份力吧。可以吗？你应该奉命留在许昌吧。无妨，主公应该不会再派我出征了，但是为了结束乱世，必须先解决当前的问题。既然有应尽之事，我就必须行动起来。那好，你就随我们同去吧，记得想好对孟德的说辞。不过这一点应该用不着我担心。夏侯惇大人，非常感谢。荀攸，我方人马似乎被敌人压制住了呀。孙吴的军队已经渡过长江，登上了陆地，
我方的战线已经全面溃散，我们担心与孙吴联手的刘备军正在进攻巴蜀，但是在荆州也保留了兵力，十有八九。可恶，又是刘备，果然应该早早的消灭他，即使击退孙吴，大伤元气后也无法抵御，应该放弃此地，下令撤退吧。正是，以当前能调用的兵力来看，我方毫无胜算。为了将受害控制在最小，不，现在应该击退孙吴，如此一来就是我方的胜利了。你可是有什么计划？那好，就依荀彧所言吧。非常感谢。首先就去救援孤立无援的我方军队吧，填补好战线的空缺后，再一鼓作气发起攻势。关键就在于刘备军到达之前。这次是周瑜负责指挥吴军在赤壁布阵，只要击败他，就能逼退敌人吧。这次就来采取文若大人的策略吧，有了战略才有战术，就让我来打开局面吧。展开防御阵型，迎接即将来临的战斗。是援军吗？太感谢了，也尽快通知跃进大人吧。有劳您远道而来，实在抱歉，请问到底所为何事？原来是守城的援军，太好了。现在就让我来尽情享受这份喜悦。阁下的表现实在太出色了，值得我效仿。有事吗？好东西应有尽有，感谢您的光临。欢迎光临。今后也请您多多关照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谢惠顾。好的。好像大人居然会失败，究竟出了什么事？曹操大人，要用马吗？嘿嘿，期待您的再次光临。曹操军的主力从襄阳往西走，就能到达天府之国益州。
您要吃点什么呢？欢迎您再次光临。起眼的任务，尽量在战斗时引人注目一些。好，立刻展开防御阵型，迎接即将来临的战斗。我先锋。实在太出色了，值得我效仿。
挑战我皇姑父，就再让你们感受一次赤壁之战的屈辱回忆吧。就让我们来负责防御吧，我绝不会让任何人通过。就让我们来负责防御吧，我绝不会让任何人通过。带着笑容结束吧。休想阻挡我们的前路。防御吧，我绝不会让任何人通过。你就是老夫的对手吗？来吧，一决胜负。阁下的表现实在太出色了，值得我效仿。笑颜，你对我们来负责防御吧，我绝不会让任何人通过。失手了，主公，对不起。现在就让我来尽情享受这份喜悦。大吃一惊，没想到取得了如此丰硕的战果。